语言组织能力差一些啊，我来说一下。这个我们认识呢，也是一个，就是咱那个是开联举办的一个培训班，我们认识的。然后那个就这样凑合一对儿，然后那个将就过日子吧，是吧？然后刚才那个老师说分享一个故事，其实呢，我心里也有大家分享。这个故事呢，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是我在那个2005年的时候，咱们开联举办的那几个培训班之后，有一个他们有一个招聘活动。那那个时候呢，咱们是开联的很多那个领导啊，都找了很多单位过去。其中有一个是四川的，什么地方的我忘了，是母亲带着孩子过去的，然后就那个在现场说我们曾经找过很多地方给孩子找工作，然后到了那个基地里啊，到了镇上啊，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拿出钱，就是那个给你们300块钱吧，200块钱吧，回去那个包住一下生活哈。然后这个母亲就说，我们不需要钱，我们需要的是工作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残疾人不强自立，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工作，还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咱们那个都要好好的上自己努力。我那个今天我那个也是找到组织了哈，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新家园的活动，和大家认识也非常高兴。谢谢，就是我还真不知道，就这样。好像小伙子的工作现在是什么？看我偷了不喝。我的工作现在就是辅助工作，给人打工哈。然后那个自己开了一家那个按摩院，现在也是那个自己在做，也是那个找工作的。